一场戏的，他就在这位置是吧？嗯，这位置，然后就是这边要惊讶了，这边，他这边那转了怎么样？这插气了，他位置怎么就对了？对啊，插气过后，这位置是正确就可以了。然后我把这东西甩一下。这是拧紧是吧？我这是拧，这是压松的。那一开始是不是要松一下，然后把它？不要松，这原来这是拧紧。哦哦。对，不问它了。好，把这个绑上。装一个方向了，装个方，我妈要看前面这里面。你看左，往左，往右。我看这个，它是有的。这个可能不对。对齿轮，要对这个齿，这齿轮可以来回调了，应该差不多。怎么看啊？那，我别忘了，我这齿轮可以一个调刚好，让这样别扭啊，让水平啊。哦哦，让那个轴保持水平是吧？对。哦哦。那现在我这有螺丝可以顺了。这不这边不都调好了吗？嗯。然后把拿这个拧紧吧。拧紧的时候还马上还会调，调那边东西，调位。
这链条不要太紧，也不要太松哈。嗯。现在有点紧。那紧松是从这拧的吗？对，就拧这个螺，这个螺丝。就有点紧，现在感觉我还该转回去了。这钢子不卸也可以，这个我钢卸不卸也可以，你把那个松掉也可以是吧？对，把那个松掉也可以，把链条太紧了。把这个不是弯了吗？嗯，哦，好。啊。